大家好，这是由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所提供的整合管理基础线上课程，属于管理学的部分。我是王志远。接下来，让我们谈一谈管理学的第15讲——变革与创新。首先，什么是变革呢？基本上，在这边我们所含的变革指的是组织变革 （organizational change）。组织变革所泛指的是组织当中，他们因为人员、组织结构或者采用科技的改变而造成的组织运作方式的改变。在谈组织变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讨论到一种人，他叫做变革者 （change agent）。所谓的变革者，在这边我们的定义指的是他是组织内部当中的变革驱动者。这些变革者，他们有责任去管理整个的变革过程。为什么组织会需要变革呢？事实上，很多的外部力量跟内部力量都会驱使一个组织来发生一些改变。这些外部力量可能包括，例如像是消费者的需求或者欲望的改变。例如像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家庭主妇可能会希望把菜刀拿去给磨刀匠，帮他们来不断的修补。可是，在现代的一个社会里面，由于整个的一个消费机制的发达，大家的习惯反而是这些刀子坏掉之后直接买一个新的。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例如像是我们在衣服，或者是我们在很多的电器用品上面的态度，也因此会使得原先以帮别人修补这些所谓的一个衣服，或者是磨刀的一些刀匠，他们的一个生活形态必须要发生改变。第二个是政府的一些新的法令规章，例如像当政府它一旦宣布所有的人都必须要能够在坐车的时候系上安全带的时候，在这个情形之下，就会多了一些新的一些器具的被导入，例如像是安全带并没有被插上的时候，车子现在一般来讲都会响出一些铃声来警告里面的乘客和驾驶人，告诉他们说该把安全带给带上了。第三个是来自于科技的改变，科技的改变，它通常来讲会造成很多组织运作以及消费者的一些生活习惯的改变。例如像网际网络的发达，使得早期我们的人们习惯或者喜欢去零售卖场当中亲自来买产品，但是在现在的环境里面，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坐在家里面用网络购物的方式来当一个真正的宅男跟腐女。第四个是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在此我们所指的是来自于，例如像是经济生活形态的改变，或者来自于一些经济制度的改变等等。这些经济制度的改变，例如像是政府他们重新开放了新银行的设立，在这种情形之下，金融市场就从原先的相对较为寡占的市场，而演变成较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同时，在政府他们允许成立金控公司的情形之下的时候，它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些金融机构，不管是银行业、证券业或者是投信业等等，他们必须要用各种的结合的方式来去强化自己的一个竞争的能力。而另外一个驱使组织进行变革的力量，则是来自于组织内部的力量。这些内部的力量包括，例如像是新的组织策略，例如像是原先，以宏基为例的时候，宏基最早的时候，他们在提供的产品最主要是来自于个人电脑的一个组装，还有销售的服务。随着产业环境的改变，宏基逐渐开始面对到的问题是来自于既有的一个品牌经营的业务会跟原先他们所经营的代工的业务当中发生了冲突。也因此，宏基到了后来的时候，决定把属于品牌的部分，宏基跟属于代工的部分，把它独立出来，变成和硕。用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竞争。第二种变革的力量是来自于组织人力造成的改变。这些组织的人力，例如像是可能来自于人力，因为策略本身的一个调整，使得原先有一些可以使用的人，逐渐变成不再能够为组织产生贡献了，或者是来自于组织不同的一些分工方式的改变，造成组织的结构可能会有一些需要被调整的部分。第三种可能是来自于新的设备的改变，这些设备的改变，以现在来讲，最为典型的范例就是来自于 IoT 物联网，以及说自动生产机制的一些出现。这些机制出现完毕之后，会造成在生产的部分当中，我们所可以进行的事情更多了，而涉足到的人力也变得更少了。同时，人们在进行工作方式的过程也变成不一样了，也因此造成了组织内部当中必须要对于人员工作的划分进行新的调整。第四个是来自于员工态度的改变。
因为态度的改变，在近代来讲的时候，最明显的部分是来自于新时代对于工作的一个态度。在古早，例如像是70年代、80年代的台湾而言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会有着对于公司较高的忠诚度，他们会认为说，作为一个好的员工，就应该要尽量的保持自己的稳定性。而到了90年代开始的时候，新的世代对于工作的态度已经变成不大一样了，他们更为崇尚自由。对于公司的一个粘着度，他们反而会认为说，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代表的是我并没有足够的一个职场移动力，反而是对于我个人的一种比较不好的形容词。也因此，组织在面对这样子一种员工态度的改变的时候，他也必须要重新去调整自己的一些人力资源政策，来进行组织的变革。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些组织变革是一种常态吗？还是一种例外？基本上，对于组织变革的看法有两种极端的一种见解。第一种见解叫做"静水行船式"的见解。在这种见解之下，大家把组织变革视为是在一连串的普通事件当中偶尔出现的一个障碍。当然，在这种思维之下的时候，变革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当它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快速的把它解决掉。而第二种观点叫做"激流泛舟"的一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之下，变革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因为环境不断的在改变，做事的方法也不断的在改变。组织它事实上的日常生活之一就是不断的进行变革，也因此所谓的组织变革或者变革管理，它就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在第一种，组织变革是属于偶发事件的看法，这个部分来讲，学者 Claude Levin 他曾经发展出来一个变革的三步骤的理论，来描述变革整个发生的一个状况。对于 Levin 来讲，一个组织变革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步骤，分别是解冻、改变以及再冻结。在组织变革发生的时候，它事实上就是把现况来进行一个解冻的一个过程。解冻完毕之后，组织内部开始不断的进行很多的激荡，进而去找出一些最为适合的一种改变的状态。当这个状态找到之后，组织整个的过程会再次的被冻结起来，产生出来一个新的运作的方式。所以呢，这种形式来看待的时候，一个组织变革基本上就是一个解冻、改变跟再冻结的三个事件的一个集合体。在这样子的观点之下，组织的变革可以借由增加驱动力或者减少抗拒力，或者两种力量结合的方式来加以达成。另外一种关于组织变革的态度，则将组织的变革视为是一种组织的常态。而在这种情形之下，组织的管理者对于变革的态度和他采用行动的方法，基本上也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所谓的一个反应式 （reactional） 的做法。在这样子一种 reactional 式的组织变革当中，它最主要进行变革是来自于因应问题的出现，而使得管理者开始采取行动，想办法来调整组织内部的各项的一些作业。而另外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主动式的 proactive 式的一种组织变革。在这种情形之下，它多半被定义的方式是来自于说管理者。他可能就发现，因为环境的改变，有一些组织既有运作的方式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了，所以他们会在问题出现之前就来进行主动的改变。一般而言，我们会把主动式变革的一种发动者视为是一种较为有远见的管理者。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变革的类型。一般而言，组织的变革可以分成以下的四种类型，分别是策略的变革、结构的变革、技术的变革以及人员的变革等四大类。首先，策略变革的部分，一般而言，策略变革会发生的场景是在于说外部的环境改变，造成了过往当中公司所采用的竞争策略无法达成成效的时候，所必须要开始采行的。以宏达电为例，宏达电在早期的时候，最早是首先去帮微软公司代工他们所谓的一个智慧型手机而逐渐的成。出来的一家公司，逐渐的在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宏达电成了智慧型手机的一个王者。到了2007、08年的时候，苹果的 iPhone 逐渐开始引起热潮。而在这个时候，宏达电依然着继续扮演着世界上面首要的手机大厂之一。然而，到了2010年之后，逐渐的手机市场当中有了很多的新的竞争对手的进入。除此之外，例如像是由 Google 所主导的智慧型手机的阵营，也使得很多新进的厂商，尽管他们不见得具备很好的一个软体技术，依然可以去使用 Google 所开发的 Android 系统来进入到这个市场里面。
也因此，宏达电的一个毛利率跟它的获利能力不断的大幅下滑，而逐渐的离开了原先全球前五大的一个领域当中。在这个时候，宏达电开始要发展一些新的事业。一方面，它在2018年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个笔手机代工的事业部卖给了 Google 这家公司。同时，在2015、16年的时候，宏达电就已经逐渐的开始看到 VR 虚拟实境这个部分可能会变成未来的一个新兴发展的领域，也因此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想去发展 VR 虚拟实境相关的产品。像这样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宏达电怎么样碰到环境变化之后，而进行了策略变革的一个典型的范例。第二种变革的形态是结构变革。结构变革一般会发生的场景是在于外部的环境改变，或者是组织策略的变动而引发组织结构的改变。这是因为组织的结构基本上是要根据工作的方法和工作人员两个要素来决定的。而至于这些工作的方法该用什么，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跟组织的策略的影响。一般来讲，这些组织变革的调整可能会涉及到以下三种类型的一些变动，例如像是公司之间的一些并购，或者是来自于功能别的一些结构，就转变成是一些产品型的一个组织的结构，又或者是说某些的公司可能会因应有一些新兴产品或者趋势的一个出现，而另外成立一些新创式的专案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变革也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公部门里面，例如像以前台湾就曾经因为结构的建法的调整，而把省这个层级的一个政府组织给冻结掉和虚极化掉，形成了现在的一种基本上算是一个二层式中央跟地方这样子的一个行政组织的结构。第三种变革是叫做所谓的技术变革，主要的技术变革通常来讲可能包括新设备、新工具或者新方法的一些引进，可能也包括例如像是自动化或者电脑化等等。所谓的自动化，在这边来讲，我们所定义的是一种以机器取代人力的技术变革。事实上，很多的组织里面都会有很复杂的一些资讯系统，而在组织里面有了很多资讯系统之后，产生的另一种动作就叫做所谓的办公室电脑化了。在这边办公室电脑化来讲的时候，它所指的事情是说，在一个组织里面导入和整合了很多新的资讯系统，来让很多以往用人工或者是用纸本处理的一些事情，利用电脑化的方式来帮助进行。除此之外，这些技术的变革也可能发生在其他的场景里面，例如像当网际网络兴起的时候，逐渐的我们看到了很多网络商城这类机制的出现，它也间接的促成了在技术上面改变了大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工具或者技巧，同样的也会影响到企业他们的一些策略的施行跟组织的一个安排。最后是来自于所谓的人员变革的部分。人员变革的部分来讲，基本上它所泛指的是说，我们要改变人员他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一般来讲，很多的公司在进行人员的变革的时候，会采用组织发展的一个概念。组织发展一般来讲，它最大的用途是在于说，想办法去创造更有效的一些工作和人际的关系。一般而言，我们会透过以下的一些工具来进行。第一个是敏感度训练。敏感度训练所泛指的是透过非结构化的一些群体互动，来帮助员工去改变他们个人的一些行为的方法。第二个是调查回馈的机制，调查回馈的机制一般而言是在评估员工的一些态度和认知，以及在两者当中的一个差异的技巧，并且我们可以利用这些调查的资讯来去降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第三个，组织变革或者团队发展当中常用到的工具叫做团队的建立。团队的建立所泛指的是帮助团队的成员借由学习他人的想法和工作的活动的方式，来使得大家可以变成一个凝为一体的团队。第四个是程序的一个咨询。一般来讲，在组织发展当中，也有可能去利用外部的顾问来帮助里面经理人去了解人际互动的一些状况，并且来试图去找到新的方法，来影响到工作的一个完成。最后是团队间的一个发展，团队间的发展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工作团队对于彼此的态度、刻板印象和认知，使得不同工作团队当中，大家可以一起的进行合作，以便朝向组织的目标来前进。一般来讲，当变革发生的时候，最常出现的问题是来自于很多的员工会产生抗拒变革的一个现象。事实上，抗拒变革并不见得是一个
不好，是一个意外的事情，它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常态。因为对于组织内的员工而言，变革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威胁。即使变革对于组织整体来讲可能是有利的，还是会有反对的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抗拒变革，以及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当我们在进行变革的时候，可以将这些变革的阻力减至最低呢？首先，我们就先了解为什么人们当变革发生的时候会产生抗拒的一种心理。第一个，变革代表的是未来的一些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改变的过程就代表了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发生。事实上，人们一般来讲，通常而言会尽量避免掉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带来的事情是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也因此，当变革发生的时候，很多的人会产生一些抗拒的心理。再来，第二个是来自于人类的一些惯性的行为。就人们来讲，我们通常而言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我们会习惯用某些的方法来做某些的事情，也因此在组织里面会有很多墨守成规的一些既有的一些方法。在组织变革发生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我们所熟知的东西可能会发生改变。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今天发生变革，然后我们把原先的绿灯改成红灯，而红灯改成绿灯的时候，这个时候人们一定会因为过往当中看到绿灯之后就直接往前冲，可是却忘掉了现在的绿灯代表的是要停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抗拒的心理。第三个是在于变革当中可能会损及个人的利益。当变革出现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可能大家的工作必须要做调整，或者做事情的方法，或者是分工的方式，可能也会做调整。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人可能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对于变革产生一些抗拒的心理。第四个则在于说，大家对于组织未来的一个看法。在理想当中，我们会希望组织内部的人们，他们对于组织具备高度的认同感，会希望组织变好。但是，一般来讲，变革发生的时候是因为组织有问题。可是，新的变革的方向真的会让组织变得更好吗？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我们的成员他们并不认为这个变革会对组织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这一些对于组织有高度认同感的员工，他也有可能会反对变革的进行。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降低抗拒组织变革的力量呢？一般来讲，管理者通常会用以下的六种方法来去降低变革时发生的阻力。这些方法分别是教育与沟通、参与、协助与支持、谈判、操纵与投票，或者是胁迫等等的方式。首先是教育与沟通，一般来讲，去使用教育沟通的时间点，在于说沟通不良或者是资讯错误的时候，造成员工的一些对抗。那么教育沟通它最主要的优点是可以帮助员工去排解一些误会，但是它的缺点是来自于说，如果管理者跟员工的互信度不够的话，单纯的教育跟沟通是无法发生效果的，特别是当教育沟通的部分当中，员工他本身提出任何的意见，并没有办法得到管理者一个适当的一个解释或者回馈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所有的沟通反而会丧失较好的效果。第二个技巧叫做参与，参与所适用的场景在于说，他当员工我们本身具备相关的一些专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他可以同时的，在变革的过程当中，做出一些对于整个组织或者对于工作当中有意义的贡献。它的好处是，透过员工的一些参与，它可以强化这些变革措施的一个接受程度。但是它的缺点是来自于说，当大家都参与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协调大家的一些时间跟整合大家的意见，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是相当费时的，而且也有可能会因为员工之间，他们各自对于过往的惯性当中，反而造成变革可能不会有太好的一个成效的影响。第三个是所谓的一个协助跟支持，协助跟支持它的一个使用时机，通常来讲是在我们组织内部当中的抗拒者，他们感到恐惧或者焦虑的时候。那么这些恐惧跟焦虑，例如像是当组织的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我的工作是否还会存在？像这样情形之下的时候，提供适当的协助跟支持，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员工去了解，并且能够去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但是它本身所花费的资源可能也不少，并且并不见得一定可以保证到变革的一个成功。第四个技巧是谈判。谈判通常而言，
它适合的场景是在于说，在组织的变革过程当中，这些变革相关的人士里面有所谓的一些影响力重大的团体存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它的优点是来自于说，我们可以透过这种谈判的手法来去跟这些反抗力量强大的团体去买到他们的认同。但是它的缺点则在于说，在这些谈判跟协商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付出相当高的一些代价，而且当我们的谈判对手跟公司的本身的一个目标不合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让别人有机可乘，而打着谈判、打着变革之名，做出一些有损组织的一个动作。第五个是操控跟投票的行动。操控跟投票的时候，它的使用的时机是来自于说，我们希望能够在组织当中去建立起一种强大的一个团体支持的力量，来让这个变革形成一种合法性的力量，来支持着变革行动的发生。它的优点是来自于说，相对起来它较为简单，并且并不会昂贵。通过投票的方式，也容易去创造出来一些这样子的变革，是受到大部分的一些人的支持的样貌，进而去降低反弹者他们的一些对抗的力量。但是某些时候，它也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并且也有可能降低员工对于变革发动者他们的一些信任感。第六个是用采用胁迫的方式。胁迫的方式的适用时机是在于，当变革者需要强大的团体支持的时候。相对起来，这也是一种较为容易且不贵的方式来去获得抗拒者的支持。但是要注意到的事情是说，这些胁迫的方法可能是非法的，也有可能进而去降低员工对于变革发动者的一个信任感，反而会造成变革无法被实施的一个后遗症。要成功的带领组织进行变革，管理者的角色也是不能被忽略的。一般来讲，管理者可以透过以下的一些做法来去促进组织变革的发生。首先，第一个事情是使得组织有能力来进行改变；第二个事情是说，他必须要了解自己在变革过程当中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第三个，他必须要给予员工参与变革的一些机会。首先，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要能够打造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它必须要能够连接过去跟未来，把现行的工作当作是过去的延伸，并且思考未来的机会和议题，要把这些东西给运用在今日的决定之上。除此之外，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它必须要能够把学习当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形之下，乐于变革的组织都会非常喜欢组织内部的一些知识的分享，还有管理。而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它必须要能够主动的支持和鼓励每天的进步跟变革。成功的变革会来自于一些大的变革，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每天前进的一个小步。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会鼓励它的前线员工不断的尝试新的方法，来去找寻一些改善跟进步的机会。第四个，有变革力的组织，它必须要能够确保多元团队的一个存在，因为团队成员的一个多元化的特色，更容易促进创新。透过大家不同的立场，我们比较可以彼此的发现各自的不足，进而去发想出来一些更好的行事的方法。再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组织里面也应该鼓励一些特立独行者，因为特立独行者通常而言会有着一些跟别人不大一样的一个视野，进而产生出来一些不同的想法跟做事的方法。透过他们这样子一些发现之后，比较有可能帮组织内部带动出来一些较为大幅度的一些改变。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也应该要想办法保护在组织内部的创意。它一般来讲会尽量尊重大家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些创造力的行为，允许大家在犯错当中寻求成长，并且来保护各种创意的发生。因为科技也是组织变革的一种驱力，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变革力的组织，它也必须要能够具备整合不同科技的能力，来利用科技来协助变革的一个执行。除此之外，变革本身会造成一种不安性，也因此，怎么样去建立跟巩固员工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在组织里面已经有了互信的文化，而且管理者本身是正直的、可信赖的时候，一般而言，在这种情形之下，员工尽管他意见不同，但是依然会比较倾向于去支持组织内部所进行的变革，而绩效跟变革的平衡也是相当重要的。
变革它是一种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对于组织来讲，它必须要了解怎么样在变动的过程当中去保存组公司的核心价值，并且在它评估绩效的时候，能够把员工对于变革它的一种可以接受或者贡献的程度，也能够纳入到绩效评估的标准之一。最后，一个有变革力的组织，它必须要能够支持创新的观念。很多年轻的员工，他们通常会拥有创新的概念，能够成为公司变革的触媒。组织文化也对于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进行变革有着重大的影响。一般而言，组织文化会有着稳定且久远的特质，使得组织对于很多变革产生抗拒的力量。一般而言，这些文化的行为要经过很久才能够形成，而且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就会根深蒂固。在一个具备强势文化的一个组织里面，变革的抗拒力会特别强，因为员工对于本来的文化会产生相当高度的一个认同感。在组织文化之外，我们也应该了解会去影响到组织进行变革的一些文化的一个情境的因素。一般来讲，当组织内部发生，例如像是重大的一个事故，或者领导者换人，或者小而年轻的组织，乃至于具备弱文化的组织，他们都相对上面来讲会较为容易去推动各式各样的一个组织变革。首先，当组织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代表问题已经呈现在眼前了。对于尽管大家想固守着本来的做事方式，很容易会因为这些重大事故的发生而产生了对于问题严重性的改变。所以一般而言，很多的组织变革都是发生在组织有重大变故的时候。再来，领导者换人本身也是一个常见的情景。不同的领导者有着不大一样的领导风格，跟对于组织内部的一些事情的优先顺序会有一些不大一样的一个见解。也因此，在很多的时候，领导者换人的时候，就代表着组织可能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不大一样的改变。例如，像已在60、7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奇异公司曾经开始因为发展的过大而造成了它本身的一个营运绩效的下滑。这个时候，一个新的继任者叫做杰克·威尔许的人，他承接了奇异公司的一个经营。他大刀阔斧的把奇异公司里面许多既有的事业体，通通都给销售出去或者进行整合，进而去开发一些新的奇异该有的事业，而改变了奇异整个的一个经营策略跟组织的方式。第三个，小而年轻的组织，因为它本身存在的时间较短，也因此并没有那样子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的传统。通常来讲，小而年轻的组织通常会生存的环境是来自于环境高度变动的情形之下，它也更容易面对到更多一些意外的事故，而使得他有一种压力，必须要随时着保持着一个改变的心，才能够进而去不断的茁壮跟成长。最后，一个弱文化的组织也较容易可以进行变革，那是因为弱文化的组织里面并没有强势的一定的要做事情的一种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抗拒力会较小。那么，作为一个管理者，我们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进行组织文化的改变呢？当一个管理者想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可能要做到以下的一些事情，来创造一个新的组织文化。首先，他本身必须要是能够上行下效，他自己必须要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典范，做一个很好的示范，让员工可以知道一些新的做事情的方法。第二个，则在于说一个好的管理者，他必须要能够创造出来一些新的故事。组织内部的表征跟仪式来取代旧有的这些仪式跟样貌。故事常常是组织内部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媒介，也因此在组织里面常常会有着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传说。利用这些传说的塑造，它基本上是可以帮助员工去产生一些新的价值观跟新的做事情的方法。第三个则来自于你要找到正确的人，所以当组织要进行变革的时候，管理者他必须要想办法选到可以去支持或者适应新文化的员工，并且想办法把这些员工给提拔上来，进而创造出来一个好的组织的文化。进行变革的时候，组织的管理者也应该要想办法重新设计一下组织内部的一个社会化的流程，进而去因应新的一些价值观。除此之外，当组织进行变革的时候，奖酬制度也必须要配合去修改。因为这些奖酬制度有可能会影响到员工他们的一些行为，因此，当创造一个新的组织文化来搭配变革的时候，奖酬制度也是必须要进行调整的部分。
而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在理想的方式来看的话，我会希望能够有一些明确的条文来取代掉一些过往当中以不成文的方式的墨守成规的一些协定，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比较可以去处理掉所谓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判断标准错乱的一个场景。再来，我们也可以去利用像是调职、工作轮调或者革职等等的方式，来帮助组织摆脱旧有的一些文化。最后，在进行组织变革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员工参与，以增加组织内部对于这些变革方向的一个共识，并且进而去创造出来一个可以具备彼此互信的组织气候。随着组织变革的进行，很有可能会对于内部的员工形成压力。那么，什么叫做压力呢？压力在此我们所泛指的是个人面对特殊需求、限制或者机会的紧张情境的时候，在生理跟心理上产生的一种反应。事实上，压力本身它未必一定是负面的，也有其正面的价值。特别是当这些压力可以提供某些潜在的利益的时候，例如像是功能性的压力，可以帮助运动员去发挥他们的潜力。一般来讲，我们提到压力的时候，可能会跟限制和需求连结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潜在的压力，然后当这些压力要转变成真正的压力的时候，一般而言，要符合以下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形式，它的结果必须要是不确定的；第二个是这个结果本身必须要是重要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形来造成我们的压力呢？我们把这些压力的来源称为压力源 （stressor）。在组织里面，成员会产生的压力来源，一般来讲有五种，分别是任务的要求、角色的要求、人际的要求、组织的结构。还有组织的领导，首先是任务的要求，会造成员工因为任务而产生压力的原因，通常可能会来自于一些跟工作相关的一些因素，包括例如像是工作设计，例如像员工可以取得的自主性、任务的多样性，还有在任务过程当中的自动化的程度，以及他的工作状况，还有他的一些工作环境，甚至工作环境周遭当中的一些摆设，都有可能造成员工的压力。例如，像是如果今天把一个常常受到主管责骂的员工，他的座位安排在主管的旁边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员工他的工作压力就会变得非常的提高。第二个是叫做角色的要求，角色的要求一般所指的是加诸于员工在组织内部所扮演的角色的压力。通常来讲，员工容易在以下的三种情形之下感受到角色带来的压力。第一种是角色的冲突。例如，像以人力资源人员来看的时候，一方面来讲，人力资源人员是需要能够作为员工在公司里面的一个代言人，但另一方面来讲，人力资源人员他也代表的组织，还必须要能够透过人力资源的调配来去帮公司获得到更好的一些利益。也因此，在某些的时候，例如像当某个员工表现不好，一方面来讲，他可能有责任是否要对员工进行一些较为激烈的处理，例如像减薪。或者是来自于直接开除等等，但另一方面来讲，作为人力资源代表员工的这样子的角色，也会让他觉得说，我今天如果把这个员工给做了减薪的活动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话，是会让我无法胜任于作为一个员工保护者这样子的角色。第二种可能因为角色造成的压力是所谓的角色过重，例如像在现在的小学老师里面的时候，常碰到状况事情是，一方面他们要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要常常去教小朋友一些生活的规矩。除此以外，在现在的小朋友可能跟家长当中会有些价值观冲突的时候，这些小学老师可能还要扮演师生当中的桥梁。当这么多的多重责任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很有可能员工会因为自己本身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任务而感受到压力。第三个是来自于角色模糊的状况，这些角色的模糊可能代表的事情是说，例如像是。作为一个课堂的授课老师，好了，他到底应该扮演着是一个成绩的一个公正评分者的角色，还是来去帮助学生纾解压力的角色？特别是当碰到一个学生，他很认真的来上课，但是考试始终考不好，你大概把他当掉的时候，在这种时候该怎么办？这两种角色的一个模糊的状况，很容易使得一个老师感受到压力。第三种常见的一个压力来源是来自于人际的要求。人际的要求，通常我们所指的是来自于其他的员工所造成的压力。例如，像是在一个警察体系里面，如果一个员工
对不起，一个警察，他认为警察本身应该是守着一个不要受贿这样子的行为，可是他的周围的主管，通通都是有受贿的行为，并且这些主管也是常常提拔他的人的时候，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员工该如何的自处，也会构成的是一种很庞大的压力。第四个压力来源是来自于组织结构的问题。通常来讲，规范很多，或者员工本身并没有机会参与跟自身有利相关的一些决策的时候，这些这样子的话，员工就有可能因为结构的因素而造成自己的压力。最后，则是来自于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当管理者的领导风格跟员工的一些特性不合的时候，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无法搭配的状况，进而去形成员工的另外一种压力的存在。而言，员工会感受到的压力，除了像刚刚所提到过的，来自于一些组织层次的因素之外，他个人的一些人格特质也有可能会对于他怎么样感受到压力有着深远的影响。1974年的时候，美国的心脏病学家梅耶富莱门跟雷罗森门，他们曾经率先研究人们的性格，并把人们的性格分成两大类，第一种叫做 A 型人格 （Type A Personality），另外一种则是 B 型人格 （Type B Personality）。A 型人格是一种会导致充满压抑的生活形态，不利于身心健康。A 型人格性格的人们，似乎确实会从自己的信念、自我的对谈跟行为当中创造出来压力。他们的性格特征综合如下：通常来讲，他们是冒失的、匆忙的、讲话快且急促、很难放松的、游手好闲。对于非竞争性的场合，也表现得好像是竞争。他们通常来讲会很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工作，对别人比较没有太耐性，不能够容忍别人的慢条斯理。此外，他们很容易变得有敌意，并且具备攻击性。换言之，A 型的人格，他们赶时间、挂念的生产跟成就、长期的激动、具备攻击性和敌意的行为以及竞争驱力。以精神分析的领域来说，这些人在遗传上面注定已经跟大部分的人不同，具有较为冲动的特质，因此在人际关系上面会遭遇较多的困难度。而其本身的价值观建立，通常是由同样具备此特质的父母为主导，因此其本身深深会认为，只有把事情做好，才能够赢得一切，因此容易培养出完美主义的特质。又因为他们通常来讲会以成败来评论自己的价值，所以如果遭遇到失败的时候，容易自我否定，因此他难以建立起强大的自尊心，所以在他们的个性上面容易展现很强的竞争性、攻击性、没有耐性，并且充满了敌意跟不安全感，也因此在生理上容易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的产生。而 B 型的人格的人呢，他们则较为个性随和，生活较为悠闲。对工作的要求较为宽松，对成败得失的看法较为淡薄。B 型人格的主要特质包括休闲而放松、有耐性，并且他能够容忍。此外，B 型人格的人一般来讲，他不会特别夸张自己的成就，很少感受到时间的压力。一次，他们只做一件事，看待事情的角度和 A 型的人格相较起来的时候较为轻松。一般而言，B 型人格的人比 A 型人格的人，他们做事情放松、有秩序，往往可以把节奏放到一个合一的程度，生活张弛有度。一般而言，他们也能够较为适应社会急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在 A 型人格跟 B 型人格的一种分类当中，我们最好把它看成是一种连续光谱上面的两个极端。一般而言，人们不会是单纯的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而是两种类型的一种混合。人们他有可能会转换成 A 型的人格。简而言之，A 型的行为的确不容易改变，但也不会永远的深锁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削减 A 型行为的方式似乎是可以提高我们生活品质，也较能够提高我们的一种寿命。因此，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学会转换 A 型的生活方式，来学习到一些平衡的生活。这个部分就涉及到我们的态度跟信念的转换，使我们不会对于压抑的情境有太大的一个反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子在生活当中去进行调和跟负责的一种尺度。一般而言，当有压力发生的时候，这些压力会反映在三种不同的层次上面。第一个是我们的生理，第二个是我们的心理，
第三个是我们的行为，在身体上面来看的时候，当有压力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例如像是头痛、盗汗、注意力不集中、肩颈酸痛、四肢无力、耳鸣、失眠、心悸等等，像这样子的一些现象。而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感受，例如像是无力感、倦怠感、担忧、想自杀，变得更为急躁。并且心情可能也会有七上八下，像这样子的状况，觉得没有什么很高兴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在我们的行为上面，也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大一样的作为，例如像是可能会开始咬指甲，双手常常会交握在胸前，搓揉伤所，话变得更多，坐立不安，并且可能会双眼无神等等。当有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代表的事情是说，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员工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压力过大的一些现象，必须要想办法来帮助大家来降低所遭遇的压力。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降低组织内部的成员所遭受的压力呢？首先，在员工甄选的时候，管理者还有必要要确定一下员工的能力符合对于工作的要求，使得他不会产生一些例如像是角色负担过重之类的现象。第二个，我们要想办法强化组织内部的沟通，来降低我们因为内部的人员的一些因素、组织结构的因素或者组织领导的因素而对于员工形成的压力。第三个，我们也可以采用类似的一些目标管理式的一些绩效规划的模式，来帮助员工跟他的主管可以彼此沟通出来，大家一个适合的工作目标。第四个，为了避免掉因为工作模糊或者是工作角色负担过重这一类因素，我们也可以采用工作再设计的方法，使得员工可以得到一个较为适当的工作的分配。最后，我们也可以鼓励员工参与到更多的决策，来帮助他们降低所感受到的一些压力。事实上，公司在处理员工个人生活的时候，有时候有两个难处。第一个，管理者本身很难直接控制到员工的一个压力，以及第二个，很多跟压力相关的部分，可能也会涉及到有一些道德或者隐私的考量。一般来讲，如果在涉及员工的私生活且合乎道德规范的情形之下，并且员工也愿意接受，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管理者他可以考虑是否要帮员工提供一些，例如像是员工的心理辅导、他的时间管理计划或者其他的一些健身课程之类的方式，来帮助他的员工降低在工作当中所遭受的压力。最后，在一个变革的组织里面，事实上很强调两个元素，第一个是创意。第二个是创新，所谓的创意所指的是来自于借助某种的方法，来把不想要不同的一些想法跟概念彼此相加结合的能力，而创新则指的是把创意转换成有用的产品或者工法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要得到我们所期望的产出，就必须要相当注意这些所谓的投入的和转换之间的一个过程。也因此，在这种情之下，我会需要创意跟创新的发生。在组织里面来讲，我们会希望在组织里面能够有一些具备创意的员工和他们的团队，并且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刺激创新的环境。除此之外，一个良好的像这样子一个可以刺激组织内部进行创新的环境，它可能有三种不大一样的一些要素。第一个是组织结构，第二个是组织的文化，第三个是组织内部的一些人力资源。首先，在组织的结构上面来讲，一般而言，可以激发创新的组织，通常来讲是较为有机型的组织结构，在组织里面来讲，会提供较好的一些资源跟充分的内部沟通，并且给予员工较少的一些时间的压力，并且对于他们的一些创意能够有充分的支持。在人力资源的上面来讲，一个可以鼓励员工创新的组织，通常来讲会有较良好的一些训练发展的机制，并且会给员工较为高度的一些工作保障。以避免员工担心短期的一些失误而造成工作的一个失去，并且在选人的时候，通常来讲，一个具备创新的组织会尽量的找寻一些具备创造力的员工。而在组织文化里面，一般来讲，容易产生创新行为的组织，对于模棱两可的情形会有较高的一个接受度，并且也对于不切实际来讲会有较高的容忍程度。一般来讲，在组织里面会有较少的一些外部的控制，对于风险会有较高的一个容忍度，并且会对于组织内部的冲突有较高的容忍度。在这样子的组织里面，它可能通常而言会相对应来讲比较重视结果，而非是怎么达成的一个过程和手段。
它也比较强调的是一种开放式系统的设定，并且强调主管跟员工之间的一个正面的回馈。在这样子的组织之下，比较容易能够激发出员工的创意，进而带动更多一些由创新所驱动的一些组织变革。在现在的环境当中，设计的思维跟创新是有紧密的关联性的。如果有一个企业，它想用设计的思维来进行创新的时候，它必须要努力的把它的重点放在去了解顾客的需求以及欲望的一些深入的了解，而且企业它也必须要深入的观察顾客，并将其中所得到的资讯转换成实际可以用的产品或者服务，来打造一个具备高度创新能力的组织。好的，我们在这章当中的介绍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